对，本来就应该是正常的好，对，因为 spiral 的问题。对，因为你中间接的话，再什么水平好，它总会有点弯。对，所以说它会有点漂亮的一定。我这次槽做的浅，你知道吗？它做的太浅了，我知道了。它是那个槽太浅，这次看着多漂亮。啊好。哎，好的很。对。上次那个太浅了，那个槽，大街太好了，发现太少。还得焊一个那个，对，连续焊。你咋不来看看？都老了，都好了，好的不得了。早这就反了呀。